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全境封锁。这边我们还没有解锁，所以没有任务。等一下去的吗？左撇子全境完集合，准备解附件任务。左撇子。左撇拳击馆啊，不是左撇子。好吧。Warning, you are now leaving the safe area. 哎，我怎么卡住了？出来马上就是副手。没哪一关就在这。哎呦！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。蓝色的效果，起码你有幸存者了。什么幸存者？啊，知道。幸存者连结啊，大招。就只有一个。对啊，第二个也只有。地下室吗？对啊，我们没有玩过吗？你没有印象啊。峰峰也没有玩过。这么嗨。上吧。对啊，去吧。哎，你要滚去哪里？你为啥滚去找他？而且还沿路对我撒烟，他还打击两个地方哦。哎呀，我的炸弹，我那个医疗平台爆了。我现在激活力，你还是找熊。来吧，打我吧。好，熊，你可以继续打了。出来了！什么？是我一个连战？哇！反击来客！喷烟的好同伴。快啊，连战！刚刚我觉得我突然来了一个，哎，躲。啊，平台没了。滚出去吧，恭喜你。
是迪恩。哦，是吗？手机怪怪的。哦，没关系啊。嗨。你有东西吗？我咋进去看一下来着？不是走进去，我才不进去。我还没进去啊。他在那边种菜。你还种菜？我看。对啊，你看电风扇这样吹。这不是我之前找到的那间吗？可能是不同间哦。可见纽约毁灭了，直木工厂还是很流行的。哎、欸，有装备。来经过你们超多装的，你们都没有去拿。是哦，我都没有找到啊。装哎。好可惜哦！我就五六日才会直播啊，所以大部分时间没有游戏的话就不会播了。We're at the radio mast, but there's Rikers everywhere. 没有啊，我再看下一个。接下来我们是那个寻找医疗用品。Okay, agent, listen to me. This is important. 你要回去。来，我不给。不要整装啊，走了。你要整装啊，我在复习。哎，为什么我觉得我跑错边了？怎么出去啊？啊！哎，找不到。好一笑我。当然的。你先出去吧，你先去吧。我在你后面好不好？你看名字。啊那明天天就会是队友嘛。一个队友是两个啊！哎，你都走在前面，你让他赢了。什么？哎，敌人！他不懂。我没有看到，都是血。看起来滚球地雷是可以爆炸三局。他可以爆炸那么多。敌人呢？我们当年遇到敌人被弹上了，然后你就闯过去了。我们地方我看到了。掉子弹嘞！掉子弹！星巴被攻击了。至少我觉得星巴要自己去解任务了。是同一个吗？我们还没到啊！我们到时候没有吸到经验。我还没打到这种经验。啊？没有，那我就去抢。谁在上面哦？三个。嗯，还没啊。对啊，刚刚说完什么？踢你下去，虽然不脱弹。下一阶段。Alert! Intercepting JTF radio traffic. 清空敌人兵堡护友军。这边，你妈你要去哪？我这边有敌人呢、欸，回来！我在过来啊！好，太早丢小球了，他们还在自盲，我就丢小球。
后面。那你就整个优势重开不没办法啊。想去哪？冰雪了吗？那是大大的。我要看看，要控制哪里？不用啊，它自己滚，它会自己滚啊。那我坐冰就好了。你只要放了，它就会追着敌人跑。啊，我感觉我大家都不太会用。最后一个，还有吗？优助重开就可以，再重开应该就可以看了。不然你怎么按都没有用啊？或者这个精神群，按掉了。我四芒的位置没有很好，虽然四芒到很大一群，可是在死角那个不太好打。左边那只可以帮我点一下吗？太傻了。还有啊，后面又来了，正前方，可恶啊，赶快赶快，哇，加油，后面有人哦，好，哈，非常用心。过了，捡捡东西。还有啊？还有吗？都已经成功了。后面呢？是不是上了人吧？我的地平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圈圈，你知道吗？你装备太重了。姐姐，我同时看你跟小雨哥的直播，哈哈，那跑得动吗？点完的话，我们就准备出发下一阶段了。我觉得辛巴好像已经出发去下一阶段了。没有，我还在这里啊。哦。我发现我刚打完，所有子弹都回来了。对啊，他会掉啊。我佛冲没了到770，我直接吐了。不要去地下啦！地下一直站。你要打到快没了，他才会给。44很少的。没有，44还剩很多。好像没有人，有可能没有人吗？有这么好吗？不好，那怎么？
我到这我发现布料。对啊，这里有布料，好有意思。他往前走。好、啊，我找到补给品了。前面有敌人哦。哎，怎么又没有了？布料。没有没有，第三阶段是往这边走。你有两只手机，一只平板。两只手机要干嘛？用啊。一次用两只吗？哎呀，太厉害了！哎呦，敌人怎么会有敌人？好多好多哦！哎，晕眩他们！我早就吃饱了。到。地雷下、啊！我怕打不完。找到弹雷之前。蛮稳的。来！不用不用压枪，它就可以稳稳的一直打。虽然不能不能按着，就是。我包包又快满了。我可爱的宝宝。哎呀，不用啊，吃太多了，今晚。We're at the radio mast。再来一个，植物补给，这应该是要保护东西的。Anyway, they're shooting at the nice people trying to bring in our latest supply drop. Think you can lend a hand?人设解完，应该有机会可以升到22的。那只要是打比较多，我还有一大格。就是那一大格啊，我觉得可以升得稳。觉得啦。你们都比我先升等好不好？哪有？哪有？他在前面。Incoming hostiles. 是啊，是这个。那个吗？什么意思？刚刚画的不是那个、啊。晕眩吗你们？我说的好像是吗？不同地方、哦，有可能地雷在换位置。那什么，这边居然有人！啊，跟到我自己了！我卡住，我不会死了。他有倒数吗？差不多是那个意思啊。Warning, incoming hostiles. 你怎么不动呢？
你等一下看看吧。但我都不能动。下一个在哪？在前面一点。看到了。哎，是不是有人？要跟大家一起。靠呀！他们把我平台弄坏了。吃饱了吗？吃饱啦。Natasha and Julio and that weird little schnauzer named Brutus, they thank you too. 我还没吃饱。杰克。这还有抓，我还是。我觉得那个还好。回拳击馆去整理一下装备吧。然后就是打那个，下个什么屋顶吗？嗯。那我包包49个，然后我手总共拿46个，那么厉害。有，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获得最新影片的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